哎，但空间有没有变？甲班空间，甲班教室的空间有没有变？对，有啊有。嗯，那你们做了什么改变？就是呢，把柜子的整理了一下，然后呢，把桌椅还有，好像有个合影，然后把整还整，还整一个柜子，然后把柜子一大空间。大家进去了，然后我们也说台子变得很整齐，然后又变很大。那你觉得哪一方面特别大改变？哪一方面吗？我觉得那个你们把那个什么座位啊留一开之后，然后柜子留之后变得比较拿东西变比较方便啊。然后两边是不是有隔开，感觉就比较不会那么干扰，是不是？嗯。大概就先这样。今天教室改那个，我们把它移动以后，有变得比较大吗？那你觉得哪一方面会让你觉得比较方便？原本老师的那个桌子在这里，然后前面堆了很多杂物，杂物清空。是哪一方面啊？让你比较松弛。杂物清空。